你幸福快乐。刘丽不是上海男人，上海男人打人的时候是刚想打我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打你了？刘丽，你不许欺负君君啊！刘丽啊，还好啊，你讨的老婆啊，不是大连女孩子啊，大连女孩子诬陷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罗振明明没有打过豆豆，豆豆说我打他，这种人，还有对吧？眼睛睁睁大啊！这种朋友呢也是的，不要找大连人做朋友，碰到的这种人。好了好了，祝你新婚快乐啊，和那个君君白头到老，早生贵子。弟，我送你个礼物。我操！我也送你个礼物。合力祝你们新婚快乐。你要不要听一下？做对了。